女生有可能长发搞不定，或者说她不想剪掉这个长发，但是又想变一变变成短发的感觉，就短发配围巾是绝配了。那很多的女生长头发可能就已经夏天啊秋天还是有一点小腻的时候，其实你在今年秋冬你可以选择一个假发。那假发在现在其实已经就不会觉得那么假，就其实是一个流行的一个代名词。现在呢，我也要告诉大家，其实你有一个小工具之后，你要戴假发也会非常快跟非常方便。好了，在这个戴假发的过程会有一个很不是很好看的那个状况，你可以在家里就是在小房间里面弄，但是现在呢，我们之前戴假发都是在现场就这么直接戴的。对，然后下面有一个松紧带，千万不要戴反哦。就这个松紧带的地方，是拍古装戏的时候也会戴这样的。对，你就把它固定在你的发际线。我们看一下侧面，就是你这里一定要把它包住。太潮没有哎，我觉得没有在想你的，就是丑的待会才会戴。像发带，它的五官很适合这样。发量这么多的女生呢，你自己要在家里让这个头发分布比较好的话，你可以先把它分成几束，就先拿出一束，把它放在头这个发网里面，就其实就是依照你的这个头发来把头型雕塑出来就对了。之后你就可以把这边绑住，变成一个小帽子。其实是个假发，小平老师，我挑这个就跟你一样的啊，跟 Lina 发型好像啊。那包括它里面的设计呢，其实有很多女生不愿意戴假发，是会觉得戴了假发就像戴一顶毛线帽，可能会很不透气。那这个假发呢，它里面有一个特殊的这个特殊的设计，它戴上去之后会非常贴合，而且会很有透气感。我总觉得北京风大，戴假发然后会掉发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就要告诉你戴假发的一个小步骤，就可以让你的假发非常非常牢靠。每一个假发它还是可以调整成适合你的头型。对，像你刚刚说你的头很小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怕它滑落的话，你看扣起来，我们就把它调成最小的。这边有一个小勾勾。Rebecca 的这个时尚假发，它就设计的特别人性化，它就已经考虑到你所担心的问题了。好，然后就是戴假发它也不用夹，只是你看它这边前后都做好了，对，这个小钩子。那这个小钩子呢，你在戴的时候，我们从额头的地方就可以卡到你的这个发网的地方，往里面扣，扣住发网。扣住以后呢，我们要给大家看一下，后面也有一个小钩子嘛，对吧？这个小钩子呢，我们就固定在你的发网的下面这边，把它卡住，也是扣住，对，然后再把它扣起来，对吧？对，把它扣进去之后呢，我们要来调整一下左右有没有歪，这里有两个小鬓角，它真的还蛮适合的。然后你就调整一下左右两边，一定要调整到你自己的鬓角的位置，你自己摸摸看。这边有两个角，哎，而且小朋友这样戴，你的脸好小啊。最后呢，要调整一下。如果你真的去剪一个这个头发，像 Linda 剪了一个头发，如果你没有花太多时间处理，你看它这两边就有点翘了吧？然后你选择一个化纤的，哎，过分！我给你做模特，你是指出我的缺点。小朋友，今天白头发，我告诉你。